被我军包围的不单单是一座汴京城，就连黄河南岸200里之地都在铁浮屠包围之内，所以今天咱们才有机会在此地见面。汤王殿下以为然否？但古训教导，祖宗之地不得尺寸与人，割地绝无可能。不是我们大宋不能打仗杀敌，而是我们更喜欢以和为贵，仁者爱人，方为大智大勇。赵哥，逃不掉了，快快出来，饶你们不死！杀！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金装岳飞。